我来为你抵挡伤害，相思之苦，黯然销魂。站在我身后，我来为你抵挡伤害。扭转乾坤，妙手回春，比武切磋的精髓，善于控制。相思之苦，黯然销魂。 巡回天书一事，任重道远。是，晚辈必定竭尽所能，不负。让我们一起开始闯荡江湖吧。前面有魔教中人，我们追上去。挑战关卡需要消耗体力，体力会逐渐恢复哦。你们若再追赶，我便杀了这小逆子。啊！救命啊！ 你这恶人，快放开我！姑娘别怕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无耻，居然挟持人质！施主莫慌，看老衲先制住他。好快的身法，真气凝滞，难道是被封了穴道？大魔头已被老衲封了穴道。 若是敌人难缠，便要先控住，你留心看好，放下屠刀，你必成佛。重剑无锋，放下屠刀，你必成佛。重剑无锋。 老衲需要调息一下，岛主随后即到，局势万事小心。多谢大师，请多保重。竟敢只身追来，胆子倒是不小啊！魔教果然人多势众，倒是不易对付。 魔教贼子，想以夺取上风。圣人，竟敢暗箭杀人！这雄浑的智力，是岛主前辈到了。想不到还留下一个，这功力恢复的还……前辈神技，在下佩服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 敌人的阵位不同，应对之策也会有所区别。留下命来！重剑无锋！留下命来！重剑无锋！留下命来！ 赶紧学习吧！这些秘籍虽非盖世绝学，加以研习还是大有裨益的。晚辈涉世未深，还请岛主多多指点。也好，老夫便教你如何用这些秘籍提升功力。 眼下这里试试，我们还少一本秘籍，点击这里试试。看，那本秘籍这里。岛主所言还未尽其妙，若能修习一些散功法门，你的武学修为便可以更进一阶。可恶，这么多毒蛇！ 何时情况？前辈来的正是时候，这里有许多毒蛇拦路。
雕虫小技。现在你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。可是这论用毒，老夫自信这天下还没有胜过我的人。前辈果然是用毒圣手，这些毒蛇好像看不，嘿嘿，不过是些粗浅功夫罢了。啊，多谢前辈相助，告辞。你解退后，看老夫如何退敌。我决天下。重剑无锋。重剑无锋。决天下。重剑无锋。大功告成，赶紧学习吧。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，让我们进阶吧。我感觉你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你刚刚所得的蛇胆是练功佳品，对功力提升大有帮助。果真如此。传功是头等大事，要是除了蛇胆之外，选好材料，点一下就轻松升级。你的武学招式太过浅薄了，老夫来教你如何提升吧。看看我们掌握了哪些技能哦。有这个就表示我们可以升级技能啦。让我们来提升技能威力吧。让我们继续闯荡吧。老叫花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嘿嘿，老毒虽然品性差了点儿，不过教的还是不错的。有劳各位前辈悉心教导，晚辈受益匪浅。来得好，这里早就不想提，想不到魔教竟在这里伏下这么多人手。乌合之众难成气候。哇，神盖前辈的掌法果然精妙，魔教妖人受死吧。应对众多敌人的武学消耗也很大，要合理。就手，就此，重剑无锋。就手，就此。老教化这路掌法极好真理，看来只能陪你到这里了。七兄尽管去调戏一下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小美人，陪咱们兄弟快活一下如何？你们这些无赖，救命啊！住手，魔教妖人又在胡作非为。小心，那个人是魔教妖女假扮的。啊，你可惜这一剑未伤你要害。糟了，有毒。江湖险恶，今后可不要再如此轻易地落入圈套了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解毒。九煞回体。啊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魔教贼子拿命来。若要胜敌，先要使自己立于不。人天界法。
气血不足要及时治疗，不可逞强。九下回蹄，天界法，重剑无锋，天界法，重剑无锋。多谢龙姑娘疗伤之德。严重了，我要离开了，后会有期。今日一别，不知有缘自会重逢，告辞。施主要小心，这我等功力消耗过大，奈何我功力尚浅。我等合力帮你打通任督二脉，可暂时提高功力。事不宜迟，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，各位前辈还请歇息。重剑无锋，重剑无锋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今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从你刚才短暂的提升来看，资质极高。嘿嘿，老叫花子我看好你哟。今后还要勤加练习，方有大成。施主保重。多谢各位前辈厚爱，还望有缘再相见。别忘记领取这里的宝箱哦。原来是灵儿姑娘。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去酒馆看看。每天都可以免费招募一次，不要浪费哦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灵儿今后……神盖前辈送给在下一坛上等的女儿。好浓郁的酒香啊，可否也请在下喝一碗？好酒好酒，胡某既喝了你的酒。今后有何差遣？在下能结识胡大侠亦是非常荣幸，今后请多多指教。我们让新的小伙伴上阵吧，按住他的头像拖动到阵位上就可以了。前排记得放肉盾型的，皮糙肉厚，耐打能扛哟。反清复明。
反清复明。